不是有点半斤，五百多亩稻谷都用巧克力，效果非常明显，老板非常满意。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阿鲁科尔沁旗，这片谷子都是咱们家的是吧？对对对，都是。有多少亩？那个一共是500来亩地。今年的话，就说咱们用了巧克力是吧？对对，巧克力。咱们这边前期长势不是很好是吧？对，前期有点弱，完了呢，后期的从哪开始冲肥之后，它现在已经冲了第二遍了，叶片也宽，这谷子也开始吐穗了。然后冲两遍的话是每次用冲多少？每次冲10斤，那就效果这么明显了，对对对对。哪个时期冲的呢？一开始？一开始就是40多公分、50公分那种开始冲的啊。那第二次呢？第二次就是吐穗之前那种已经开始冲了，这个已经冲完了。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苗特别弱，特别担心是吧？对对对，一开始它不爱长，两水之后第三水我才开始冲肥，第二水我就给它冲点，其实就好了。因为这是地块是那个一样的，籽也一样的，管理都是这种管理。现在我看这边就差很多事了，对对对，这边是就是没用巧克力了，那边它没用啊，买来了也要开始冲，也要冲了哈，对对对，就看咱们用的好了，然后 对对对，也受咱们影响。那么现在看的话就非常明显了，咱们抽的穗儿也大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啊，那这边就是。有点还那也有点少哈，对少。咱们这边就非常多了，已经。反正这个叶片宽，我特意昨晚拿回去量量，一个叶片正好3公分宽，根系扎的好。那边好像下边那黄叶比咱这边多哈。对。这样的话，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了。对对对。咱们500亩地也不少了，那就是前期担心收成，现在这个通过用巧克力以后，对，这个就是非常有信心了。嗯。预估一下，咱们这个产量的话，能有多少？能弄1000斤往上。我感觉是没问题。那可不。祝愿那个大哥今年吧，真的有个好收成。